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曲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今天呢，一样是为大家带来我们的记忆少女啦。那上一次啊，就是已经卡关了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我该去哪里。我们有伟大的攻略组，之后他好像跟我讲说这个房间。右下可以得到地方哦，这里太在地毯下发现纸片，这也太阴险了吧，谁知道啊，得到了纸片是哦，爸爸你纸片模型大大不对，这爸爸你在这边干嘛呀？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大家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好啊，那一样存个档。对啊，我就是俗辣怎么样？我就是刚看到爸爸，听哦，对，就是会出现学会姐姐的尸体，之后鲜血淋淋的尸体横躺在床上。OK， 之后听说行痛，这边有个休息。哦，大题是什么？我休息这个好了，在尸体旁边，不对，在尸体旁边大休，好像不太对，对不对？疲劳值五 ，OK， 那一样先存个档好了。听说接下来会有恐怖的战争，要这样看着学会姐姐。OK， 我还没看字条，对不对？纸条，我不是已经拿到纸条了吗？一、二、三，为什么要叫我纸片？在床后15秒哦，所以要一直盯着看日日。好啦，摸一下。可是我现在在紧要关头哎，我要在这边看他15秒，我有点害怕。15秒，几秒了？哦，这。好，救救我，好痛，好痛，变大的肚子和内心，啊，什么意思？我明明在相信着周赖古老师，我明明是相信着的，被背叛了，我好痛苦，我好悲伤，悲伤啊，我好痛苦，哦，该不会是就是雪慧姐姐怀孕了之后？赖古老师不想曝光，所以才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杀害他们全家，之后还朝雪慧姐姐，就是雪慧的肚子砍了那么多刀。那个人抛下了我，我和那个人生下的婴儿，我被赖古抛弃了，我好悲伤，对婴儿做出了残忍的事情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婴儿会死掉，宝宝一切会死掉，都是我的错，一切 you 赖古吧，哦，要存档吗？要存档，绝对要存，哦呀，这太难了吧！这，我跑去哪？哦，烦呢，我不知道啦。这跟那个变态老爷爷一样，一个，这。
可以告诉我跑去哪吗？往下跑，往下跑，往下，超难的。雪慧姐姐会瞬移耶，姐姐你不要这样，姐姐我没有对你做什么事，而且你不要边跑边喷血好不好？越很糟糕，就是我刚刚玩完那个小红帽啊，可是你也不需要这样吧？就是我哦，这。哦，所以这，我要拿菜刀砍你吗？哦，不行，所以我们就只能一直逃吗？还是，到底没有然后啊？HB。不至于再拿菜刀砍他吧？砍你！哦，哎，真的耶，真的要砍。哦，所以我要砍雪慧姐姐喽。那我要砍多少遍啊？大概。哦，快死了。超难好不好？而且你也没有讲说啊死掉了啦，果然人类这种东西所有人都一样，脑袋里只想着自己而已，和其他人根本就无足挂齿，只要有利于自己，只要自己能得救，这样就足够了，所以毫不在乎的伤害我和婴儿，不可饶恕，我绝对不可饶恕。别人根本无法相信，所有人都在无所。哦，赖谷和所有人去死的话就好了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就好了。哎，我觉得你跟那个女仆一样，都不分青红皂白的。这，哦，真的很难哎。而且我想说，总会就是。会有停顿，果然我又要使用菜刀。基本上应该是可以打三下。哦，好，不要太贪心。哎，超难，要背对着再打，背对，哎。呀，死掉了啦！哦，这超难哎！好啊，来！哦，如果延迟太久，就不要太贪心，你知道吗 ？OK。哭声关我屁事啊！你们真人讨厌哎，这一切都不关我的事啊！多砍你呀！怎么样啊？就关我屁事啊！你们一直这样子，就不要怪我，就是手下无情了。我和赖谷虽然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，却相爱着彼此。我虽然认为恋爱和年龄没有关系，但是果然不行。赖谷和我交往的事情被其他老师知道了，赖谷辞职了。但是我和赖谷都没有放弃，因为我们都真心爱着对方。没错，我们是相爱着。在那时，但是知道我的肚子里有自己的孩子的时候，你猜赖谷是怎么说的？那不是我的孩子。反正他就是这样的人。什么？赖谷老师为什么要这样？哎，回到原来的世界了。我感觉似乎哪里见过先前的人，和刚才的人，为什么？那然后我要去哪里吗？啊。
刚才躺着的尸体不见了，对，这一切都很容易是幻觉。哦，这边，绝对不要去靠近青蛙，绝对不要靠近背对的青蛙，我绝对不会被你骗的。哪边？哪边？要放我出去了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就一间一间再看一下好了。望云在这吗？你要放我出去了吗？哦，那你说嘎？那你？那你？假味？嘿？哦，雪慧姐姐，你在这里干嘛？哎？然后呢？嗯？哦，你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子再转过来一下呢？ OK OK， 对啊，嘿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哦，这边吗？当初所住的那个房间，打开着。哦，什么日本人偶？嘿，赖古老师对不对？哦，我被砍掉了，我就知道，我才刚要跑而已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好啦，有存档就不害怕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触发雪慧的剧情，之后再去存档，之后再回去。这样就不用一直一直，对啊，他是不是一直都会看着就是我在的地方？该不会最后他又要追杀我吧？可是，他要让我去哪里？啦啦啦！我觉得一定不是。我觉得他一定是要就是绕着之后进去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，因为我刚才好像可以就是绕过他，因为刚好有一张桌子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又要绕去躲起来。哎，不对不对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们要想一下我们能躲去哪里。你要躲到这个房间去吗？好吧，试试看哦，因为也没有地方可以躲的啊。哦，其实我觉得这凶手还蛮笨的耶，他每次都被这一招骗了。你这个坏蛋，我才刚说你很笨，你每次都被这招骗了，你这次就，哦，这不合理，这样我可以躲到哪里去？没关系，我们再躲一次看看。可是我觉得重复的可能性比较高。我要再躲起来一下，我就知道这是骗人的，你这个心机重的家伙。那我要躲到哪里去啊？还有没有地方让我躲？好，重来。我不想知道我又要再被杀这件事。
多了这个假位有什么所以然吗？就雪慧姐姐，还是我们要引她去跟那个女仆干架？哦，这，我们探索一下哦，就是能躲的地方。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是没有能躲的地方啊。你看图书室这么的狭隘，对啊，这边又绕不过去，就会不考虑的一间房间，不考虑的一间房间，哦，这个吗？哦，好哦。我们来试试看这次跟青蛙讲话会怎么样好，其实我还蛮好奇的，哈哈哈哈哈，哦呀呀，哦，这种感觉果然就是扛不住啊，我都为你做了这么说，竟然想告诉警察，实在太过分了吧？你不这么认为吗？你是，我只需要享受稚嫩的肉体就足够了。谁会去养那种乳臭未干的小鬼啊？因为那家伙的原因，我已经被开除教师职位了。赖古，你看起来还蛮帅的啊，你为什么？你果然就是披着人皮的人渣，你这个家伙。那好啊。还是我们好啊，我们试试看躲到那间。哎，哈，可恶，有点lag。哎，不对，对，我们试试看躲到上面那间房间好了。怎么可以开始给我lag？你知道这种追逐战lag会非常非常的可怕啊！你知道一分一秒都是煎熬啊。所以是不能往上楼跑的。你有两个，这里太阴险了吧？所以我到底能去哪？所以我就只能利用这个假位把它干掉啦。好啊，那你就记得追紧一点，不要卡在这里，好不好？自己追那么慢，卡住还要怪我？来啊，怕你哦。来啊！吼吼！不对！哦哟！哦，这，好啦，我研究一下，我等下再回来咯。好的，那自己试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有想到一件事，就该不会是说，因为我尝试了非常非常多方法嘛，都没有用，那有可能是，就是像所有的游戏一样，就是需要一点时间，它其实守在门外之后，我们还是要躲一阵子再出去，因为我发现所有房间都已经不能进去了，就可以进去的房间都没有办法使用。那我们就试试看，唯一我最后仅想到这个办法。对啊，我已经使出我的神走位了，怎么可以就是还这样子永远不让我过呢？放着巨大的管子，因为他连在二楼都守护着你，不是守护着你，就是很变态的，就是藏在那里。之后躲这么久应该可以了吧？雪慧姐姐看等15秒，你需要等到30秒吗？我觉得我讲这么多话应该已经可以了吧。 OK， 那我们来跳个舞好吧，双马不是双马尾，马尾之舞。
哗啦啦啦啦啦啦，好，那就可以走喽。果然，你这变态的家伙，你这个自以为长得很帅，可是变态到自己的家伙。没关系，我们去看一下你到底在那边躲着之后隐瞒了些什么。装饰着毛骨悚然的日本人偶，他有这么大只哦？还是他们有分大小只？有的没有？哦，什么？什么东西？黑白棋，我没有玩过的游戏，我没有玩过的游戏，你又要叫我解谜是不是？这是哦，倒过来看吗？四零七九，耶！天哪，我好聪明啊！请大家就是从右下角左下角那倒过来看，对，4079，对啊，超厉害哦！仔细一看，只有一本书被细绳捆成了卷，要拿走吗？而且其实我刚才在看这的时候，脖子有稍微的扭扭的，还好没有因为看这种无聊的东西扭伤了脖子。用绳子捆成了卷，打不开，剪刀也弄不进去，怎么办？应该有美工刀之类的吧。可怕的怨念题。这什么石板？房中房，我们先把这边才说要把这边探索完之后就好吧，那就整使用钥匙。爸爸，你在这边看着这可怕的人。这干什么？这个也太恶了吧！这15岁以下不可以呀、连我都有点很痛哎、你这不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人偶为什么开始动起来了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伊米瓦干奶，你这恶心的家伙！原来我们之前得到的萤火器是要这么用的。OK， 呱呱你在哪？呱呱呱呱！我才说你就出现了，你真是……我果然是爱你的。之后我得到什么？我得到另外一间的钥匙，对不对？那应该就是这一个。打不开，那还有哪里？望雨匠，你走过去了，走过去是叫我跟着你走吗？ OK 爷爷夫人，他是执事，他不是对，老爷夫人、雪辉大小姐、望雨小大小姐，非常抱歉，我那时熟睡过去了。如果我更早注意到异常的话，或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。一切都是因为我的不中用。之后，我和冰女也都觉得自己有很大的责任。就在各位死去后的第二天，我们就跟随着老爷各位的身后了。天哪！所以，请原谅如此无能为我，突然有点哽咽。但是因为这一家人能做到，就是他的所有的仆人都愿意跟随着他们而去的话，就是还蛮厉害的哦，有点哽咽。现在我讲到老爷各位的仇敌了，我想要在这里进行复仇。喂，不要掐我！不要掐我！你们看到了吗？仇人痛苦的脸庞，
你们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还不分青红皂白，就跟你讲说我不是了，你跟那个冰眼女都一样，你们到底有什么脑袋有什么问题吗？真的是就不能动。那为什么我刚才要那么辛苦了拿它，我们就等它不要动再进来就好啦。哎呦，还有房间是没有进去的吗？嘿，哦，是坐垫。我想说怎么会有红红的东西，真的很毛骨悚然。我才想说什么声音，是你，是你。好啦，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出去了。想得太美好。好啦，那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先到这里喽。对，因为刚才拿到了一把钥匙，可是两把都不能用，两扇门都不能用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啦，那下一集再找一下好了。我今天终于知道那个可恶的家伙，果然就是一切又为了男人，你的不得好死的家伙。好啦，那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里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都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有任何意见的话，都可以在下方的评论板留言给我，我会再做改进哦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那我们一样下一集再见了。 See you next time. Bye bye.